林青春，怎么到哪儿都有你啊？你是不是在跟踪我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总助理，我说你想的有点太多了。我想太多？林青春，我可警告你，你离我们江总远一点。林青春，我说你一个女孩子，衣服都开线了。可真粗糙啊。哎，青春你来了。教练，你朋友吗？好，认识。不认识。刚好你俩待着。这是给你的。给我的。这是